的外部呢是一个经阵，旁边还连两个呢斜阵电容。那么这一块呢，3.3伏的供电电压，经过呢滤波之后，连接到供电引脚，为市中心变进行供电。后面呢，这一部分呢是它输出的时钟频率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以这个电路图为例来讲解一下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。那么时钟电路呢，它产生的时钟信号能够有效的保证进行数据交换的双有哪几种。在时钟电路中，时钟芯片产生的时钟频率，其中经过分频放大之后，会产生一个200兆赫兹的一个频率输出给CPU 插座，然后呢还会产生一个1000多兆赫兹的一个